哦，好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哎呀，是我主动吻他的。 绝对没有爱上他，就只是一段旅程而已啊。旅程只可以有那个艳遇，对，一定就只是这样而已，不要再多想了。而且他也说过嘛，我们都不是少男少女啦。对，一定就只是这样。小山妈咪。 多多，小山妈咪，你今天都不理我。对不起啦，是妈咪不专心。小山妈咪，你今天去上班好不好啊？嗯，我今天紧张死了，我好怕他们都不喜欢我。<笑>跟我一样，多多第一天去上学也好紧张。真的哦，那你怎么办啊？ 吃点心的时候，就叫我隔壁的罗密欧，他不敢吃红萝卜，我就帮他吃掉了，然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啦。哇，对耶，这真是一个好方法，你好聪明哦。小山妈咪，那你也要把大家的红萝卜都吃掉吗？傻瓜。 如果你不把握每一次机会，在公司里面建立你的人际关系，你怎么生存下去？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呢？你好，我是新来的郑小香。 由衷的希望可以成为各位同事的好伙伴，也希望早日成为一个新人，累积出服务经验。因此，有任何工作需要人手帮忙，请尽量交代给我。我的分机号码是380。李李李，过去。 延续线检下工作经验积点卡。阿本，记者会的场部备板已经送来了，你去帮我签收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回信给客户。哎，我可以帮你去哎。不用麻烦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桌上好像有东西。 原重力的派是多少吗？3.141592653589七九三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。奇怪，怎么
资料哎，都还没做记录，你擦掉了，要人家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你找麻烦哦，是不是太闲？会议室外的灯坏了，难道你没看到吗？谢谢你，我马上去换。对了，我的分机380，有事情再打给我，可以几点哦？ 你在干嘛？你快下来！没事，灯泡不亮，我换一个新的。你快下来，就算你重心稳，爬这么高还是很危险的啊。老师，换灯泡这种小事让我来好了啊，我来。哎，不要靠过来！根据墨菲定律，我如果太接近他，人家韩剧都是这样演。 郑小香，你上回才一天应该没有什么事情要报告吧？先说好，如果不是公事，下了班再说。哎，不行啊，如果这样子，我会一直不能公私分明的。你不是最讨厌不精确吗？你偶尔也让我精确一下吧。说。你说过啊，反正我们都不是少男少女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吻代表就是一个吻，这样很容易理解吧？ 看来没什么问题了，那我没事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懂哎，是你主动吻我的，那这意思是？让我来解释一下好了。如果说脆弱或者是挫败有分楼层的话，昨天晚上感情受伤的你，就像是从那种摩天大楼的顶端咻，把自己摔到地面上，啊！ 啊，看我出糗爽死你了！反正黑武士的盔甲可以不用一直穿着，任何事情只要你需要找人分担，我随时帮忙。但是你还在躲着。啊？对啊，就是那个吻，you know， 就你主动。 亲我的那个吻，意思是就是给你加油打气而已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没什么了不起啦，所以你不要想太多。反正。
反正你说过我们只是旅行的伴，对吧？反正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会好好工作的。好，好好工作啊！那我说完了，公司给你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急着下来啊，免同事发现。 小象，白痴。 你居然敢这样子争小象换灯泡！我们是工读生哎，还这么嚣张。就工读生才不甩他嘛，又怎样？讨厌死了，差点把会议重点记录都擦掉，真找麻烦啊！就是说嘛，而且换个灯泡也要故意在boss面前摔倒，真有够假的，臭做作的。哎。 你看到裸照超恶的，当然看过喽。Boss 的口味真特别，那种人也吃得下去。啊，你不懂啦 ，Boss 什么松露鱼子酱，什么肥嫩 juicy 也没吃过，而且男人嘛，现在只图个新鲜啊。<笑>重点就是不新鲜，根本就是陈年榨干发酵的臭酱菜啦。说不定明天又拉肚子呢。<笑> 这两个工读生的薪水就算到今天。Yes, boss. Boss， 我们只是开玩笑，不是正在说郑小姐坏话。这里是公安公司，我们的工作是维系公共关系，所以在说话之前就要先衡量什么话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员工守则里面写得很清楚，禁止私下讨论客户或同事的八卦，就算是工读生也不例外。你们可以离开了 ，out。 我们两个工读生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？你还不知道哦，那两个工读生说了一句"郑小香是酱菜人"，就被 boss 挨了。大家早。哦，替这两个好，换了一个废物。哎，废物是我关系在，记得小声一点。他怎么了？ 请进。Boss， 我们准备提出给鲜美的名模代言计划案，被对手奥都光彦盗用了。听说他们甚至已经抢先一步和第一名模谈爱为完成了合作意向书。哎，所有创意部的同仁注意 ，Boss 现在要召开紧急会议，大家准备好资料，会议室集合，动作快一点。 快一点！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哪知道，搞不好跟那两个工读生有关系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昨天被开除的两个工读生，其中有一个把资料带到了赌局。怎么会这样？真的被郑小象那个给害死，小的他们根本是小怨报复哎！都什么关头了？ 希望居然被人家抄走。各位，你们应该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。等等 ，boss 进来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发言，提出反制澳都的任何想法 ，OK？Boss， 大家都清楚状况了吗 ？Yes, boss。 有什么想法？说 ，boss。 可是如果真的给奥都签到第一名模的话，那我们就要认输是吗？认为应该认输的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如果决定留下来，就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资格继续坐在这个会议室里。不必等客户打枪，大家是不是都承认，坐在这里的全是一堆没有大脑的废物？
后，我们在你公司附近见面哦。好啊，好啊，那等会见喽，拜拜。真善，小心，小心！谁叫你被拍到了我照，害我都不敢跟你联络啊！没有没有啦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我去买杂志的时候，那个便利商店店员说早就卖完了，我那一期超热卖的。嗯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越不可能的事情对我来说越有趣，包括爱上郑小仙。珊珊，嗯，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你害羞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超级为你开心的。我看到你被告白的那一瞬间，我就像是喝了一整桶的白马玛丽亨金星爸爸啦。怎么样，我小香，下一站天无绝小香之路，下一站真善我也会幸福的。真的真的超级热血的，所以小香，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我朋友。啊，嗯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趁机休息一下，你不要那么白目好不好？现在是要先吃午餐啊，你都没有看到吗？大家为了你已经在会议室里待了整整4个小时都没有出来了。难道丢了个企划案，各位的脑子也跟着丢了吗？看来大家的沉默不是无言，是不爽，有话故意闷着不说。说了有用吗？要不是你特意偏袒某人，这案子会搞成这样。专心开会，不要乱说话。我有说错吗？你说什么没听清楚？再说一遍，说大声一点。这会我开不下去了，嫌我们的点子不好，因为我们的心血，我们的好点子被人家偷走了，不是吗？不想开会就滚出去，不要在这影响其他人的情绪。所以现在是连我也要被 fire 掉吗？能力不足，混吃等死，你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吧？过分，明明就是你自己公私不分。Boss， 我想提醒你，我们现在是活在21世纪，不是活在什么被妖女乱政的古代耶。That's very funny， 很好笑吗？光花脑子说这些废话。难道一个好的点子都想不出来？够了够了，大家开会不是在吵架的。赵信，坐下。你们坐下。
可是这太不公平了，这种烂摊子我们要怎么收拾啊？OK， 所以你信用放弃，直接向奥杜认输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造成这重大错误的人为什么不用受到任何一点处罚，而是我们关在这会议室里面挨骂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太不公平了。对啊，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？不是他。你们只在乎谁犯了错吗？我重视是解决弥补错误的能力。 小姐，请问有什么吩咐吗？我听说大家都没有吃午餐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下午茶来给大家垫垫肚子。你人真的好好哦，大家用啊。这下午茶看起来真的很棒，但是拜你所赐呢，我就快要滚蛋了。 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吃下午茶吗？Boss，混吃等死这句话应该比较适合送给在我们大家都已经火烧眉毛，他却还有心情准备下午茶的郑小姐吧？你不要再装无辜了，好不好？ 林夕控制你的情绪，林夕有说错吗？如果不是因为郑小香，你也不会开除小茹跟雅雅，也不会这件事情发生啊。对啊，说郑小香的错嘛。因为一点小事就被开除，他们当然会心存报复，才会出卖我们的企划案。对，就是，才我们被骂。是我的错，我知道在这里跟大家道歉没有用，但是真的对不起。你没有那么伟大。可是。 都是因为我的关系，你才把他们开除的。我说了，你没那么伟大。小茹和雅雅是奥都派来的商业间谍，及时掌握消息就把他们开除，但还是晚了。他们已经盗走了企划案，造成我们所有人的损失。林夕，重要的文件不应该交给非正式员工来处理。这件事，所有人都应该引以为戒。 Boss， 对不起。你的道歉，我接受。在这里眼泪是多余的，把它擦掉。我刚说了，我重视是解决和弥补错误的能力。现在我们可以专心开会了吗？ 对不起，是我们误会你了。谢谢。 Boss， 各位，既然大家都把话说清楚了，那就没事啊。我们先休息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再开会。我们不要辜负郑小姐一番美意嘛，啊？来，先用吧。 大家不用客气哦。谢谢。来，你也饿坏了吧？看到好多好吃的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别吃。哇，好吃啊！请用。谢谢。郑小香。 对不起，没事了啦，你赶快吃来吃。嗯嗯。郑小香，你这苹果是哪来的？我看茶水间有一盒苹果，还有一些蜂蜜，所以我就…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没有问清楚这苹果是谁的，就私自拿来请大家了？ 算你运气好，这些苹果是客户送的，大家趁热吃吧。
哦 ，boss， 你要吓死我们，我们心脏停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是休息，哦，让一下。奋战喽！今天晚上也不用睡了，时间那么赶，会有好日子还有鬼嘞。哎，再想不出点子，就等着被 boss 定死吧。仙北的活动通关一向是业内的指标哎，如果我们遗失这个客户的话，不仅业绩损失大，面子也丢大。对啊，还不要想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好了走了走了，大家辛苦喽，拜拜。进来 ，boss， 我已经拿到拦截奥都的资料。你有把握让第一名某不跟他们合作？我想，奥都绝对不会用他这客气的。OK， 很好。可是 ，boss， 我们也有可能会失去这个案子。他们盗用我们的企划案，我们釜底抽薪，把整个案子都毁了，谁也得不到好处。我们失去名模代言这个企划案，未必不是一个坏事。从我们做的这些问卷调查里面，我们发现到一个新的趋势。Boss， 你已经有想法了吗？你先下班吧，辛苦了。是 ，Boss。你下班，找我有事啊？嗯。拜托，借我们的凤凰有事要拜托你，拜托啦！学姐，人家有暗恋一个男生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告白才会成功。学姐，拜托你教教我好不好？学姐啊，不是啦，你们误会了。哎呦，你就不要谦虚了嘛，反正呢，你就把男朋友带过来示范那个必胜告白术。对啊，爸妈的辛苦就靠你们了。下午的事情，谢谢你帮我解围。如果只是为了说这些废话，那就不必了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小香，你快到了没啊？我们大家都在等你哦。真不行啦！喂，
真善。不好意思，你晚上要加班啊？想干嘛？没有了。说。可不可以跟我朋友见个面，吃个饭？朋友。没有了，加班重要，加班重要。哎。什么比较重要？你特别让我自己决定啊！放松一下也好，吃饭吧。什么样的朋友？你看到就知道了。闪了！我就勉为其难当一下学姐夫好不好？走！学姐夫，你们都是小香的学妹是吧？嗯。OK， 那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也是我的学妹。学姐夫好！可以叫我任嘉凯了。学姐。那你们就叫学姐夫吧。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的学妹们想见我？各位各位，这个时候垃圾预备队起来。力拔山河，合作无间，肩负使命，命中注定大吉。坐这里。这个先没收一下啊。来，你吃，你最瘦。手借我一下。学姐夫，你画什么在我手上啊？在难过的时候，记得在手背上画上钢印符符号，因为这是所有美丽乐章最开始的记号。这次的钢印谱记号，是我生命中最爱的女人给我的礼物。她曾经说过，钢印谱记号是所有美丽乐章的开端。那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
从这刻开始，你的生命会充满快乐的音符，给你勇气去追求你喜欢的人。哇！谢谢学姐夫。不过学姐夫刚才讲最爱的女人，一定就是小香学姐喽。生命中最爱的女人，曾经送给她这个礼物的，当然一定是凯莉了。因为你是我们当中唯一有目标、有对象的哦。我会加油的，加油，加油。不过队长啊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目标是要出国比赛啊？哎呦，还谈什么比赛呀？我们根本就凑不到经费啊！而且看我们的体重，现在是全队超标哎。那我们还要不要集训？还要不要减重啊？就算减重集训成功，也没钱去比赛啊！哎，你们就这样放弃啊？这样很没有运动家精神的。这样吧，你们可以先从减重开始，这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完成的事情。说不定，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机会，让你可以筹到这笔经费呢？真的有这种机会吗？只要有信念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生猛有力，立马上场，合作无间，肩负使命，命中注定，夺得第一。校友拔河队，加油加油！耶！谢谢你愿意跟我的朋友当朋友。我并没有跟他们当朋友。怎么会？今天晚上明明就聊得很快。愉快只代表不制造不必要的冲突，在公关界里，不必是朋友，也可以创造相互的利益。不懂 ？OK， 好，我已经想到一个如何运用朋友特征来为公司创造下一波收益。运用特征创造收益，你的意思是你要利用他们？你应该知道，我本来就是很实际的人，如果没有利益。干嘛浪费多余的时间在上面呢？我是不会允许我人生有太多的感情用事，你已经是一个例外，其他人还是保持距离吧。留着你的伤在心中，我相信那很值得，一走过你就能够允许失落，勇敢接受拥有。谢谢你体谅我，并没有太多抱怨，才懂我怎么有点害怕退缩，也许那叫感动。请你跌落在我怀里，再去爱怎么平凡走下去。不再想你我时间，等明年情人节那天，谁在这天前让我梦见玫瑰。不停翻页的时间，到明年情人节瞬间，爱已被发现，好的。